滨崎都雀就是全暗成就哈，全暗成就。好，谢谢炫。广告是什么？好吃吗？真想吃。我刚不是放了吗？你没吃到吗？没吃到的话，我再按一次好不好？广告是什么？好吃吗？真想吃。无极无视减伤哦，这关无视减伤哦。不过它的无视减伤对我们来说没有差，因为我们血量快十万，根本就是来乱的，而且还不会连击，这根本就是来乱的，各位。你们觉得他是不是来乱的？这张我需要刷吗？我觉得可以刷。还是没吃到，那我就没办法了，请你先把你的 AD Block 关掉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就开一次技能，妲己一个技能，然后两个技能，双技能先开。OK， 一个全消哦，一个全消。有没有办法打20亿呢 ？OK， 没问题的，好、哦，没问题的。那再来石化珠这边呢、哦？我们先洗一回合好了。洗一回合之后呢，开阴奇都哦，阴奇都单开伤害就够了。哦，这个已经测试过了哈、哦，已经证实过了，所以是安心服用，安心服用，好不好？啊 ，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哦，九峰二技也能解，没错，我都忘记九峰二技可以顺便解石化了。接下来呢是这个八重碎裂腐蚀哈，这边血量只有1.18亿，我们这边呢，来，OK 吧，完美。游戏画面模糊是 iOS 的新版本的问题，手机的问题啊。然后再来弓前盾啊，弓前盾，哇，一大堆啊！这个给他反击哈，反击100%，反击100%的话有减伤，打下去超级痒啊，超级痒。而且重点是反击，打他打我也不会死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我这样消耗光，他反弹，再加上他打我，都不会死。好恐怖哦！3亿哦，3亿哈、哦。好，我们开一个这个。好，为啥不开双子？因为不会死，不会死。好，最后一关哦。拼图盾，来技能开开，先开一个这个，好，然后再开一个这个妲己啊。好像有，啊，算了啦，这样就好了啦，这样就好了。好。非常的简单，各位龙科都不用开啊，全按成就，最轻松打靶。OK。